韦斯再抛，这球没进。看一下王哲林这边，哇，一条龙，至少自己单干，哦哟，完成一暴扣。广东这边也真是给表演的机会，中路也没有。是广东宏远在客场挑战福建寻星的比赛，现在比赛已经开始。跳球这边是易建联啊，点到这球，但是点到了赵泰龙的手里。来看广东这边这球逼得很紧，来看一下前场的反击，给回球，完成了一个双手暴扣啊！阿联今天哇，现场球迷也是叫啊，打打。对于广东来说，现在其实需要警惕。阿联攻内线，造成王哲林的犯规。啊，有还有朋友在问啊，这个拉斯史密斯的情况。阿联拦下，双手暴扣，这一球孙哲的防守失位了啊，完全没有去盯人，这样是把分差拉开到七分。福建这边球啊，内外的三点的传切。孙哲没看人，好球！这边赵泰龙呢是三分针转化成了助攻啊，给到篮下的王哲林，把这球放进，反击。直接上，阿联去冲击内线啊，在 CBA 还是没有人能挡得住的。分差又回到五分。第二比赛眼瞅着时间也要走完了，这球是哨响了，有犯规，又是一个二加一，去防外线了啊，被提出来，里面防守空虚，七个篮板。来看这边尼克尔森的冲投，没有，易建联隔着这个哈里斯把球点进去，直接三分球就进了。阿联的打开这边没用，顺下接球，好球。莫里斯抢断，这边给到前场，赵睿速度很快，回给易建联，好球，打一二加一。江淮这边给球。另一侧哈里斯空了，这球没有选择自己攻，而是交给下顺的王哲林。周鹏这球没拿住，我反击来了，这球尼克尔森点的不错啊，点完之后直接长甩前场啊，这球莫里斯给过来，篮下一个转身，动手打中。王哲林这边去抢走尼克尔森，造成犯规。来看，就应该必须要加强。现在大最大的问题所在吧。现在这边，赵睿溜进来，这球机会不太好，再往外传，嚯，给里面的易建联，这边是卡着赵泰龙啊，用身高接球，然后转身勾手命中。也是变相啊，帮阿联分担压力了。这边还是让王哲林接球。直杀，转身，用脚步，哎呦，这球快脱手了，打进去，打得不错。横传，哎呦，这球横传是直接传到易建联手里，来看反击，再给回易建联，轻松的三步上篮啊，这就像过马路一样的上篮，直接上进。哦，好球啊！易建联突破，这是骑马抛射。先突破这球，还好王哲林捡回来。来看一下这次进攻，这也太轻松了。王哲林这边持球往里杀，还是上篮，舔进去。韦斯再抛，这球没进。看一下王哲林这边，哇，一条龙，至少自己单干，哦哟，完成一暴扣。广东这边也真是给表演的机会，中路也没表现不错。看一下王哲林这边从身后把篮板抢下来，啊，一路自己持球推进。王哲林这边找哈里斯，强行去怼内线，
看这边给到王哲林，哇，连进来之后直接用身高打，零星三分球，好球，是一个正面的打板啊。这个不管怎么样，还是把分差往回缩了一些。最终呢，是广东啊以121-113，8分的分差赢下了这场比赛。